佢一個王子嚟噶。甚至乎响呢个深夜嘅时候咧，佢会去晚上去到咧，去到呢个 Lokanaswami 咧，去大小便嘅地方咧，就嚟到系去帮佢清洁去厕所嘅地方。点解咧？佢咁样做呢一类嘅服务咧，你就得到个至善主嘅恩赐嘅。巴格曼咧，你都系曾经系承诺过，就正如 Ishwar Puri 侍奉过佢灵性导师 Madhavendra Puri， 同样咧，我哋都系同样 Nautam Das Thakur serve 咧 Lokanath Goswami， 我哋都系要咁样去服务我哋 Guru Dev 嘅。点解佢俾咗我哋呢？巴格曼俾咗我哋呢个人类嘅身体咧，系要用你身体咧，系用嚟服务 Guru 同埋服务 Vaishnava 嘅。但系我哋唔咁样做。上面两只宝宝咧系 serve 嘅 Guru。讲到一啲关于 Rasikananda Prabhu， 咁讲到系 Rasikananda Prabhu。讲到咧，有一个国王咧就好妒忌 Rasikananda， 就派遣一头疯狂嘅大笨象想去杀佢。但系咧 ，Rasikananda Prabhu 咧，佢系咁有力量噶，佢咧系佢俾一个馒头啊，俾呢头疯狂嘅大笨象咧，令到呢个大笨象咧系成为佢嘅门徒噶 ，Rasikananda Prabhu。咁所以咧。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活动来的？并非的。现在讲到另一个例子，Saranga Thakur马布布一再要求他， Saranga Thakur 他说你要收门徒，但是 Saranga Thakur 就不想你去收任何的门徒。现在马布布就强迫他，他说好了，明天你边个 Saranga Thakur 早上一早见到第一个人的话，你沙朗加塔古咁样回答佢话：好啦，听日我第一早见到边个人，我就启迪佢。第二天早上，佢见到响呢个系恒河咧水里边都流落嚟嘅时候，个死尸啊，佢然之后咧，佢令到呢个死尸令到佢系活复生过嚟，然之后咧就复活过嚟，然之后咧俾个 mantra 俾佢嘅。沙朗加塔古就好似巴格湾咧，叫 Sarva Shakti Man。具有所有的能量，所以同样我们看到至善主的奉献者也是具备所有的大能的。要求的就是说，如果他们想是要你都是用这些能量做某些用途的。有两种的恩赐，这个世界两种的灵魂，一种叫 Mutaji， 一个解脱的灵魂，另一种呢就是捆绑的灵魂，是受到假象所捆绑住的灵魂。佢哋永恆解脱嘅靈魂咧，佢哋係係至善主嘅同遊嚟噶。佢哋經常咧，你都係去服務主噶，好自然地嘅。佢哋並冇任何其他嘅慾望，除咗咧係呢一樣嘢啫。而咧係有啲係永恆受到捆綁嘅靈魂咧，喺呢個物質世界裏邊咧，佢哋係受到捆綁嘅，永恆地受到捆綁。他们经常是跟 Krishna 反感的，对 Krishna 他们经常是依附去依附了一些是地狱般的东西。他们是依附了这个身体，但是这个身体是不是造成的这个血肉之躯、粪便、尿液，所有这些东西
係可以發出魚翅，係好難堪嘅味道。但係仍然咧，因為假象嘅果效嘅影響咧，人們咧係受到嗰啲嘢所係吸引啦。呢啲嘢咧係絲毫咧都係冇呢個價值嘅。八戒話咧係有著冇盡咁多個能量，有冇冇盡咁多個能量咧？有未靈咧嘅能量咧，假象能量咧，同埋咧內在能量等等嘅。但係呢個捆綁嘅靈魂咧，經常係忙於咧係嚟到去享受佢嘅感官嘅。呢個未靈咧，生物體咧，佢係之前主嘅微小嘅部分。而咧，未靈咧，亦如果未靈想嘅至尊主義嘅想，未靈想嘅話，假象可以咧係去覆蓋佢嘅蒙蔽佢嘅。假象係非常之強橫嘅，佢令我哋跳舞喺呢個物質世界裏邊咧。為了感官的對象是去跳舞，我們知道的，我們聽過的，我們講及到有些時候我們有其他人講到我們的地位，但是呢在事實上來說，事實上我們 有否為他呢而做那些不是這方面的事而做回些事呢？馬布呢，他講過的話呢，未令呢 another body move， 就是說呢從太初以來永恆都是對主是反感的，這個未靈的情況。但是這是我的，那些是我的，我需要這個等等等等。為何這樣說到呢？我們說回家回歸守神呢，因為呢我們是之前主的仆人來的。我哋同呢個物質世界係冇關聯嘅，我哋要翻返到神嗰度。八戒話咧係阿難的媽呀，佢嘅下六吉達亦都係如此，佢嘅命題。願我哋嘅，我哋喺咁短嘅一世裏邊啊！我哋只系一个最最巴，我哋能够讲求到自然主有几多嘢咧？每一个生物体咧，甚至乎连动物、雀鸟咧等等咧，每一个人咧都系永恒噶。但系咧，人类系特别咧，佢哋有咁嘅舌头咧，系可以咧系唱颂主嘅圣名。点解咧 ？Shri Haridas Thakur 咧，佢话咧，佢雀仔啊、动物咧、跟树咧。他們不能夠唱頌主的名字，但是呢如果一個生物體他是越來越誠懇的話，如果他唱頌主的聖名的話，那有什麼會發生呢？所有的這 些其他的生物體呢都可以得到解脫的。通過是咕噜嘅恩赐咧，一个人就能够明白到呢啲嘢。通过佢嘅恩赐咧，我哋能够咧明白到一啲嘢噶。如果一个人系有呢个信心嘅话咧，如果一个人有爱同埋感情，对自尊主有爱同埋感情，同埋对佢嘅服务，一个人精神充足对咕噜嘅服务嘅话咧，佢呢啲咁嘅服务有咁大嘅大能噶。咁佢咧。如果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，我们做一些事情，我们肯定会有个回报的，更加不要说唱颂主的圣名。如果他是唱颂主的圣名的时候，结果是怎样呢？他们服务主的圣名和哈维逊纳瓦的，到最后他们可以得到主的莲花足的。
马勒帕扎帕勒帕扎帕勒想去见啊雪雪的马伯伯呢个国王嚟噶，但系啊雪雪的马伯伯唔想再见佢，因为咧佢个国王咧佢有个感官享乐者嚟噶，但系仍然咧当马伯伯见到佢嘅时候咧，嚟到系去清洁咧，呢个系啊坦车节啊，响扎格兰面前咧去扫地嘅时候咧，马伯伯对佢咧系开恩，俾恩赐俾佢，咁好多人咧嚟到去服务呢个国王啊。打掃佢嘅係啊，佢嘅腦，但係馬伯伯咧特別咧，你都留意到咧啊，去認佢到啊，呢個國王係幾咁嘅謙卑。这个国王啊，帕扎普鲁达咧，极咁欲望，希望可以得到主嘅恩赐，同埋众圣者嘅恩赐。Hare Krishna。咁样咧 ，Anukul Govardhan Puja。所以个所有人咧，要你哋系参加 Naga Sankirtan， 要做任何咧，对啊，去每个人都要做服务，我哋就会得到 Guru Vaishnava 同埋呢个八格班嘅恩赐。通过咁样做嘅话。喺个 Kirtan 里边系点提到咧？多講到阿曼尼曼納達，即係話咧，慢慢你即係話唔慾望任何嘅係名譽地位嘅話咧，曼納達即係話咧，你都係尊重所有其他人嘅話咧，多個人咁樣做嘅話咧，咁嗰個人咧，八戒咪咧就會俾佢嗰個資格咧，去你進入到咧，你長做豬嘅性命當中噶。呢个系百分规咧，系呢个系马伯伯咧直接嘅呢个佢所，佢并冇写任何嘢。奉耀归依归依齐众圣子决上嘅生命，为我们的心识人正经灵的积尘，所以调景化生命的火焰，轮回生死的火焰，借运动传播月亮恩泽的光芒，是全人类最大的福祉。这是一只超然绝色的生命，从而超越起来的海洋，而且让我们充分尝到上上学问的甘露。齐众圣命咧，一切都能够成就噶。啊，通过服务牛只，牛俾我哋牛奶，同牛奶咧，我哋可以做呢个芝士啦，可以做呢个娱乐啊，好多嘅甜饭等等嘅嘢。咁所以同样咧。当我哋嚟到系唱诵哈利南嘅时候，哈利南圣吉坛嘅时候咧，佢就能够咧系得到一切所有嘅嘢噶。好翻译。在我心嗰度咧，你话对唔住，你得到好多嘅系从大地嘅树，你得到所有嘅一切嘅系啊蔬菜食物等等，一切都来自大地，所以同样咧，一切都系通过咧你嘅。就正如係。